太少，那也行，那也行，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你们说要含话筒、全话筒啊，整体效果太差了，太差了，对。那我们就固定话筒，固定话筒，然后我们认为这两个人每有一个话筒。一个话筒，这两个人站在比较近，哪个都行，外边吧。外面外面这个声音能传过来。这边也要外边。对，外面，那一二三四五个，还差三个。那个中间两个。对。六个，然后八个。一个的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还是我觉得这个不要，要这个，然后这两个。我觉得这个也可以。两边已经有一个了。反正这样吧，对，这样站得开嘛，他这个人站得开呀。哇！那也可以，我反正我们现在就定几个方案嘛，我们一个这个。今天就你想想，这两个位置，这一个人话筒，这两个人不容易传过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先别管吃了，我们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现在这样，一个是这样，然后这三个是吧？有一个你说的是这里一个，然后另外两个放哪呢？你先说一下你的。这两个，这进来太远了。然后你说的是这三个嘛，对吧？然后你说的是哪几个呢？我说的是这三个。哦，那你说呢？你说呢？我说的是这两边。哦，也就是说，一个是这样，还有一个你说的是这样，然后这样是吧？那我们就根据这三个讨论一下嘛，这样这三个和。因为我觉得是。这一个拿话筒这样，然后这两个双手刚好间隔嘛，间隔的。啊，有了。师兄，你先不用挂人的呢。没有，我们先确定一下话筒。真的没事，真的不发，真的不发。谢谢。那是坤的吗？我意思17号排练的时候你再颠的就行。我们大概有个计划，要狂招，不然太乱了，到时候肯定很乱。话筒现在有八个吗？尽量多安排吧，到时候尽量多安排吧。我们开个店吧，要不？啊，开个店可以，就只要开个店。我觉得好，我又吃过，我们这还有一个。哦，好幸福哦！这样肯定会。那其实我们这个现在大概这两个方案我们定下来，我们不一定要急着决定，我们等到时候排的时候我们再去定。我们只要大概两个，排练A和排练B出来之后，我们到时候再选一下就可以。其实不需要现在急于定下来，对吧？我们大概框架出来之后，其实就很快了。然后就是。中间这是第一段，然后中间大家把东西给放下，什么？把灯给放下，要不要还是就一直保持这个位置？或者你可以摆一些手势也可以。要不要变？摆手势练可能来不及。我们把那个灯放那，然后我本来脑海想要怎么说，要动一下或者动一下什么的，但是我具体这么严肃的场合你还这样？你怎么？你最多？你除非你会那个解手印，轻轻讲就手印。就是这不是一个死，原来不是一个死心的心吗？那中间把灯灭掉变成一个空心。不行，三个像素根本表达不出来。但不行，最后就在后面接着站两排，然后稍微晃过来晃过去，晃一下。那反正我是觉得，其实反正到时候的话。比方说，放在脚下，我觉得最简单，因为我们其实时间并不很多，就十几秒吧，中间。啊。你东西动态的哇，真的来不及赶上。真的来不及，我们走两步的话，在上面又不能跑，只能是慢走，可能十几秒的话，还不如就把灯放下，然后我们静静的做个手势，然后在这等好一点。要不把灯放下，然后我们双手合十。对，双手合十，在这等。把灯放下。然后双手拿麦怎么办？然后夹在这。那我们把灯放下，双手。要不就走在后面，然后后面我觉得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到时候试一下。可能我们到时候羡慕我们大家一起走到后面，当做一个合影嘛，他们会合影嘛，我们到时候一起走到后面站，这样站一个幅度，我们到时候再摆个 ending 的 pose， 这样是可以的。这样倒对吧？这样是我们摆个 ending pose， 对，我们到最后不。结束时候可以把麦克风放下，我再摆。你说太直的话，那也可能不太。因为你一边唱一边的话，你麦克风变成这样唱，变成这样靠直了，是吧？对，那还是就单手而已。最后谢幕的时候，我想说一句话。可以啊，可以。说的话，大家要组织一下吗？你的眼镜最好找时间出去配一下，这样万一如果掉的话，眼睛会被刺到。然后你那时候你就站在中间吧。我站中间。
那这大致已经确定了吧？那我们开始练歌吧，就找那个拿话筒，拿话筒就排下队形，然后大概把队形确定。先排一下队形吧，大概确认。人都齐了吗？人都齐了吗？人都齐了吗？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不是二人。还有那个大姐没来。你说奴隶大姐。还有三个。男的就我还挺幸运，女的女士的是吧？不是，就说人黑人也一样，这样这样方便点，是吧？因为我没有手机，我不方便。好吧，那说。你没有手机，你就用那个嘛，我不是有小本子。小本本有什么用？你不要记吗？不是不是记迟不迟到，我是说说一下。那我们等一下排吧，我们先稍微练一下歌，要不定一下主题，下面练一下，门口吗？你门口吧，走吧走吧。那边就是那边我说那边一个传统门也开着嘛。去那边传统。对啊，那边安静。那边会很热。对，那边空调没开。你们属于我的奶奶呢？你们先拿。